我画了一个方是10×10的10毫米，已经导入到主板里面，旋转平面旋转开到旋转上面，线路连接好，切一下。现在的情况是 X 轴这个横线是不需要动的，我们现在要测量这个 Y 轴的线条。Y 轴的线条大约是在43.5左右，43.5左右。系统参数、厂家参数，先读取。然后点 Y 轴的后面这里，图形长度是10，我们画的图是10，测量长度就是刚才我们测量的是43.5左右，然后确定，这里参数已经变了，变成现在的旋转轴上的参数，然后点保存厂家参数，这个位置啊，第一次打开会有一个输入密码，密码是608。我们再试一次，这个图已经是那个我们画的10×10的正方形。现在我又画了一个100×100的，因为图越大，尺寸越精确。我们现在再做一个100×100的。我们现在测量一下这里到这里这个线的长度，从10开始，这边到20，尺寸还是比较准确的。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了，还是刚才那个图。